他们真的很喜欢火龙果，超密集。你看这边有好多只，那不是纸哦，那是蚂蚁。然后吃完就会爬回去，爬来爬去。好久没有照他们了。这边就脏脏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啦，他们比较有安全感，会挡住。用瓶盖比较实际，如果比较多只的话，因为他们那个小的喂食器，只数太多也不够放，用小的瓶盖就可以了。他们都住比较上层，而且会自己用土把它挡住，因为不然有光，这也是对的。反正有些会吃饭给我看就好了。不过养蚂蚁真的还蛮无聊的，你手工跟浇花跟射还无聊。好，没事，好啦，录到，就是跟你说，火龙果是很受欢迎的食物，我觉得比香蕉跟葡萄还受欢迎。